我辣辣老南市小街里到处寻找一个人的故居，问了一点人，竟然告诉我讲不晓得。介有名的人哪能会得不晓得呢？我实在没话好讲。我终于辣乔家路上寻到了，伊就是徐光启故居。虽然破旧，但毕竟是徐光启出生跟生活过的地方。哦，徐光启是啥人啊？伊是明朝伟大的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伊曾经官做到宰相级别，也就是现在的总理级别。伊六十多岁退下来以后，又辣搿搭生活了几年，并笔下完成了《农政显示》搿部重要的科学著作。徐光启也是中国历史上向阳看世界、引进西方科技的先驱之一。出生于小县城的徐光启，为啥会有搿样子开阔的眼界呢？其实，上海县城辣明朝已经是个万商云集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了。南来北往的货物贸易，促进了海纳百川的文化基因的形成，也使得搿搭个人的视野不断开阔。徐光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我辣辣老南市还看到了不少奇怪的街道名称，啥个豆豉街、花艺街、米金龙等等。原来啊，货物贸易的发达也促进了老南市的商品经济跟手工业的发展，并在不同的地块出现了不同的行业。搿些鲁明的所在区域就是当时的数字行业的所在地。贸易的发达，逐渐也促进了行会跟同乡会馆的涌现。现在保存得最完好的是福建人创办的山山会馆，搿座闽南风格建筑的会馆，也是周恩来领导的1927年上海市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，具有历史文化的意义。贸易的发展必定带来文化的交流。作为东西南北交汇点的上海，也处于西风东渐的桥头堡。西方文化对老南市的影响在建筑上也比较明显。在老南市长文路上的龙门村，是清末著名的龙门寺院的遗址上继承的以西式建筑为主的住宅群。龙门村里的建筑有西班牙式、苏格兰式，有古代巴洛克式的建筑，还有现代装饰主义的建筑，有立体式的公寓，还有独立式的洋房。搿些建筑侪是上世纪20年代后建造，搿些建筑完全改观了我们对老南市的刻板印象。辣里向细细的欣赏是蛮有味道的。辣乔家路上，离徐光启故居勿远的地方，我看到了有名的紫鱼。紫鱼搿两个字是清末名厨、著名画家吴昌硕所题写的，可见啊，紫鱼非同一般。紫鱼是海派画家王一定的故居，当年搿搭还是海派文人集聚跟活动的场所。1922年，王一定还辣搿搭接待过访问中国的爱因斯坦夫妻。老南市要讲的东西太多了，有机会阿拉还会聊老南市，下一趟阿拉再到上海别个地方走走，好吧？